而奇葩主人却是这样对待宠物的。你告诉我今天之前一宿发生了什么？你给我站起来了，你给我站起来，谁干的？说话。天才猫咪是这样洗澡的。你以为洗个澡我就能缩水吗？太天真了，真可是真胖。姑且让你洗着吧，别说还挺舒服。而奇葩猫咪面对洗澡却是这样的。记住我的绝望，你给我等着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天才动物是这样相处的。谷子哥，看把你累的，来，我给你揉揉，咋样，舒服吗？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相处的。多吃长力气，本猪无所畏惧。本猪生，天才动物面对主人的抚摸是这样的。小水獭，我发现你的肚子能画画哎。